今天分享的是转蛋爆炸头动物，总计五款，然后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。第一个开的这个是算是橘色吧，里面这个是，这应该是柴犬。前面是这样，侧面前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下面脚掌也有做出来啊。侧面这样，这是应该算是橘色或粉红色的转蛋。乳夫曾乳夫还骗人不曾说过，爆炸头是力量的泉源。再来是黄色转蛋。黄色转蛋里面这个是企鹅，侧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，这是企鹅，感觉有点像大麻。嗯，橙橘吗？然后再来是蓝色转蛋，蓝色转蛋里面这个是狮子，然后它的零件是两个的。这一款也蛮大只的啊，有点像那个 Mr. Donut 那个甜甜圈那个波提斯，组装上去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应该就算是一个波提斯真实版吧。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，脚掌的部分也有做出来啊，这是蓝色转蛋，波提斯。再来是白色转蛋，白色转蛋里面这个应该这个是猫，猫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。其实注意看它猫的头，它不是白色，它是有点像珍珠白的那种亮气啊。前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。注意看它脚掌也有做出来，是粉红色的脚趾啊。前面是这样。这是白色，然后最后一款是红色款，红色款里面这个是，这是星星啊，星星上，上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，个人觉得星星跟狮子最好看，这是星星，这个系列这个总计五款啦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。